博古的古老墓穴，欢迎。几千年来未曾被打扰，谁知道藏了什么秘密？许多年轻的熊猫人战士在这个墓穴中消失了，保持警戒啊。不用着急。今天好吗？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大型的麒麟兽似乎在守护那道门，小心行动，免得把他们吵醒。哇哦，差一点。门的机关似乎所谓的死亡触发了，我很害怕里面可能会找到的东西。唤醒了某种灵魂。看来故事是真的，我们打扰了不该打扰的东西，不能让他逃出这个牢笼，你必须摧毁他。大凡人，这里是王者的殿堂，我需要目标。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恐怖。纣魔冯被魔谷的四个皇帝背叛，多次摧毁了他的身体，但不断重生。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冯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赞达拉，魔谷的古老盟友，需要目标。他们一定在寻找墓穴内的传说武器。我需要目标。我很抱歉没有提早告诉你们，这些墓穴藏着一把不可思议的强大武器，阻止他们。我会留在这里深入调查这个装置。现在你惹毛我了。是时候玩玩了，朋友们。受死吧，你们！被你这种人击败，对赞达拉的祭司来说真是丢脸。不过也算不了什么，带走那些玩意儿吧，你会用得上的。我该走了，去替我的灵魂找个新家。请回。死亡是门，睁大双眼，时间是窗，我会回来的。啊，是古代的魔谷山帝王墓穴。这个按钮是干嘛用的？你看，这是无穷影子安帝的纪念石，
他是个强大的巫师，利用恐惧与黑暗掌管王国。我需要目标。这个应该是残暴王枪皇的记录，他是个以铁腕统治臣民的伟大征服者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训脚手苏比泰王是位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及天才盗贼，他会偷取富人的财产。这是谁？我从来没听过这位大帝。狂癫心梦帝，根据这些文字显示，梦是有史以来名声最臭最疯狂的统治者。我的军队无穷，我会把你们的身心一起摧毁。你们很快就会认清自己的错误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们很快就知道黑暗会随着死亡追杀你。我不想死啊。平台下有一条秘密通道打开了，往这里走。看看地板上的灰尘，这些黑暗的大厅已经有几世纪没有人踏入了。魔谷曾奴役潘达利亚上的所有种族，让他们屈服在恶毒的意志之下。这些锦鱼人已经被奴役的枷锁绑住了不知多久。超出范围了。我需要目标。这个房间充满能量，但感觉跟之前遇过的不同。真有趣，我从没听过像这样的故事。魔谷保密的本事不错。潘达利亚，欢迎你。这看起来像是控制装置的终端机，我来看看。摧毁了，魔谷的力量应该削弱了。
这些圆盘看起来很眼熟，但我忘记在哪看过。这些圆盘在呼唤我，我必须，我现在完全明白了。泰坦，看起来魔骨收集并重新改写了古泰坦科技，用来发展他们的帝国。我们得走了，我们还没完成调查。愿伟大的红鹤指引你的路。大地之怒，响彻群山。之力以铁拳掌握大地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大地之勇，勇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君会碾碎大地的敌人。大地之怒，响彻群山。就这样了，但是还有多少这种机器被藏在地下？魔谷还有多少黑暗的秘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？我担心这场对抗我们古老敌人的战争离结束还很远。